成为一个比较贵。看到辽国灾情不断，我们刚从辽国回来，又接到了一封信，一来感恩，二来呢也期待，又是一波的灾情，也是有个期待。所以呢，慈济人呐、啊，有看财，归纳性，好几省呐、啊，这种红雾罪啊，这种的灾情，也都会来势汹汹。它的过后呢，那样破坏痕迹，很可怕。本来是一片的良田，现在变成溪坡地，根本呢无法度耕种。我顺区就是奉献那个班的，就话那几年呢，我们看嘛，我们不会做这些事，那就话变成残疾。And all the harvest, all the crops has been destroyed. A lot of households have been destroyed.And then the people are struggling for the recovery. 真正是哦，很无奈，但是呢，既有缘，双脚踏上了，眼睛能看到了，路怎么会走不出来呢？还是要有信心，靠着大家爱的热忱。克服，所以回来我就说，这么大这么多省，慈济能做到的蜻蜓点水，是否选择重要的一个区域，两个区域汇合，顶多呢是两个县，因为两个县人口就很多了啦。在我们要如何去帮助？因为呢，要照名单无从照起，因为他们除了坐农以外啦，一无所有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。要如何去分别？他是穷，哪个地方是有富有的人家？其实无法去分呐、啊。最终到了这个地方。去了一趟回来了的讨论呢，是简单，但是也是很复杂。复杂的是人多，你如何下手，如何才能给的家家有感觉，有温饱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个很难取舍。后来我就说了，那不如你这样的，我们交通可以运到的，因为一年多拢是吼泥泞不堪，人伫咧行啦，双脚踏进去，那就很难拔脚，何况车。载的这么重的粮食要进去呢，可更困难，更不简单。所以呢，只好就建议找路行得通，我们物资要进去可以。
行一通的路啦，因为人人都穷，总不能呢舍近就远去吧，还是呢要高通宏愿呐，这都是呢要起要舍，起舍之难呐、啊，而且要给他一两三个月的温饱，让他们呢可以在复根。上无嘛，伫咧复根的时爱有力啦。还有种子丢尽啦，他们呢这一回灾难很大，所以呢稻种啊都已经无得，很难买了啦，很远哦，那样很难买，几个国家邻近的种子禁止出口，这就是为难点。这都是在救济过程困难重重，那我们现在要去给他们先吃的，就是就可以买得到，就地买，但是呢，因路拢真长，真歹行，被运到了灾区，都是有困难，总是呢，这路歹行啦。物资要入去真无简单，又要给他们呢能接受到、有缘接受到的绿油盐藤，这一些生活必需品，我们都要去给想较高，不是干那米。总是呢，我们在为了辽国救灾啊，还是呢会心思。不过现在已经呢有这个方向，我们采购要从哪里？虽然很远，路怎么走？请当地的第一颗种子、第二颗种子，当地的菩萨来发心，我们很期待有这样的对话窗口，请这几位企业家能当地帮助，注意可以采购的这样的物资，现在就是在沟通委托，请他们来投入，我们呢可以因为路人群呐、啊，在开拓了一个国家，下了种子，希望这几粒种子就地生根，他们发挥力量，我们来完成，这就是。因为天灾，我们人世间很需要菩萨道，期待人人呐、啊，就是集一个铜板，就如慈济五十多年前的竹筒岁月，也可以，或者是呢，在一把米的每天。节省一餐一餐呐、啊、的一口饭、两口饭，八分饱就可以救人，这样的精神都带进去了。当地的企业家听见呐、啊，同时跟慈济人呢、啊、走入了苦难地。他们见苦
知福化心，缘苦众生必定呢要走入人群，这就是菩萨入人群，看见苦难，接近他，手把他牵起来，这就是力量。所以我很感恩，看了一个个国家，那菩萨呢，一个个的接引，让他们就地造福当地人间社会，就会很感动。